在一个小而温馨的超市里，平凡的少女遇见了英俊的少年。少年看到了少女的体态，惊为天人。少女看到了少年的样貌，春心荡漾。他们对望，深情款款，甜蜜蔓延，一见钟情。昨夜是我第二次遇见你，我是第几次出现在你梦里，可你现在又要离我而去，不知结局会是在何时何。小姐，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可胖了，你看你那腿粗的，你得游泳燃烧你的卡路里。现在办卡有优惠。一见钟情，是。